lazy Sunday mornings, hiding under covers. I don't mind staying in with you. Play your favorite movie, laying right beside me. I don't mind when it's just us two. The corner coffee shop we like to go. Take my walks with you to take me home. Good morning, everyone. 为什么今天这么早起呢？因为今天是我们排 next semester Maddie 法文课的日子。然后我们今天的 call time 是8:30。不过我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我看一下哦，8:30应该是他们先装法，然后我先回公司印一些等一下要用的资料，然后等一下再过去。对，非常的感恩赞叹我今天有起床。我昨天用两台手机，然后从6:45一路调闹钟调到就是8:30，每10分钟一个。然后拍摄日呢，感觉一定要吃个麦当劳。I think you're cute, can't you up on Instagram? Cause you are the only thing I'm thinking of. And I can't stop it, I'm wishing you and I were talking. But even if we talked, I wouldn't know what I would say. My social awkwardness would just get in the way. And maybe I'm a little bit shy, but I'll try my best to compromise. Cause oh, I think I really like how you're always staring at your view. Let's go! Maddie 同 Next Master 合作嘅法文課程，我哋做咗大概成個籌備過程都有成3個多月。呢年年出嘅時候咧，應該係我哋嘅課程係無止境啦。我哋 Next Master 嘅 link 喺度啊，噔噔。因為你而家買係最平最優惠嘅價錢，冇錯。這是我籌備課程的行程。No matter the way, no matter the pain, nor take a promise.放饭时间，你给经理人一个好，好轻松啊 ！Hannah， 吃饭了。You'll be back in my arms, no matter the way. 耶，每晚结束，非常准时。Super smooth, amazing， 给你一个赞。我要是老师。真係好，係咪啊？好靚，燒好快，同埋個顏色都好靚。我們今天主要是拍那個 dialogue 的部分，然後後面就是辛苦的團隊，我們兩個就是辛勤的在旁邊就業。稍用稍用。
天的拍摄还没有结束，不过我今天要赶去下一个活动。今天什么活动呢？就是 YouTube 的某一个类似工作坊的东西。那因为我前天差点跌倒。前阵子收到 YouTube 的信，然后说，他们今天会有一个像是工作坊，然后一方面是工作坊，然后一方面是让大家交流啦，就可能会分享一些什么 YouTube Shorts 啊，或是最近新的 Policy 啊、功能啊等等。没办法，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职业，所以还是要你知道及时的去接受新的资讯，对吧？哇，这个灯光 ，Hello。我也是，他是Fonzie Cindy 的 Charlotte。对，希望明年可以出现我们家的创作者。加油！见到他什么？我 cry。哎 ，Bingo， Watermelon， 然后最后选了桂花乌龙茶。对，我之前都是以一些比较公关或是工作的身份来，现在有点五味杂陈，怎么办？好像值得掉几滴眼泪。哭啊！你现在哭吗？接着。不哭，眼泪是珍珠。我没听过。你没听过？没有听过。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你没听过？没有。What the heck？ 没有听过。这个不是我的手机，但是现在是11:17。我今天的角色是幕后花絮，然后，我是谁 ？Hannah。我刚一瞬间忘记你的名字。然后我想说，我今天认真发现我有个症状叫做脸盲症。我今天早上到的时候就看到里面已经有些人在 set up 了嘛，然后我就一把说，哎，他们是今天来看场地的人吗？就不是。Are you kidding me？其实呢，老天的，就我是其实已经拍了2天的 crew member， 他在那边给人家 surprise 出击，我们也准备了 surprise 给他。Hannah 明天生日，所以。D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way, I'm going to have to take over about 80% of the looks. I'm currently working. I get so lonesome without you. Oh, like you wouldn't believe. Can't hardly hold myself together without your arms around me. The days when we are apart, time only drags on and on. Each minute I'm without your loving, feels though a lifetime has gone. 这三天真的是过得非常快，但是又非常漫长的三天。可能大家看到比较多时候我的工作是可能 talent management， 就是经纪人啊、经理人这种身份，但其实我还是有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像 next master 就是其中一个从去年开始的专案，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线上课程或线上学习这一块，我们就是会在不同的领域然后找适合的创作者，然后去做一堂课出来，大概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我们第一堂课做了一个咖啡课，那这次的第二堂课呢，我们就是找 Maddie 然后准备做一堂法文课。那几个月下来，直到今天我们把所有的课程都拍摄完了，我觉得哇，有种重新觉得语言很好玩的感觉。今天不是要打广告，虽然说我也很想要在我的频道分享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些工作内容或是专案给大家。做这些新的东西其实真的会花非常多的时间，非常多的精力，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就真的是蛮好玩。 But anyway， 非常期待这次课程出来会怎么样，因为我们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规划，希望大家的学习体验是好的，然后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多多支持。我刚回家之后弄了个晚餐吃一吃，然后我刚洗了衣服。那为什么要洗衣服呢？是因为我明天呢会快闪回台湾一趟，那因为现在不用隔离了嘛，我现在回家会变得真的很方便。哎呀，现在终于开关了，然后也不用戴口罩了，真的有觉得那种生活慢慢回到正轨的感觉。我们来准备收行李吧，这是我很难得就是完全没有用行李箱的一次打包。其实我都不知道我需不需要用到这么大一个袋子，可是我的帆布袋貌似又不够我装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是我好像前年的 Black Friday 买的一个运动袋，到现在还没有背过。有，我有用过，但不是背去运动用。 You know what I mean？有多少人买的这些袋子是真的会背去运动的？来，你告诉我。但因为要住两个晚上，所以还是要准备。好像结束了耶，我收完了耶。Oh my god！ 史上最简洁的一次打包行李结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一天，或是明天、跟后天、大后天。我现在觉得我的灵魂已经出窍到一半，就是我现在只要躺在床上，我大概可以就是真的五秒之内我就睡着了。我真的不夸张，所以我现在是用着我最后的一丝意志力来跟你们录这个 outro。 谢谢大家的观看，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log， 拜拜。 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